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小羊趣 vlog， 我是今天体验官潇湘。我现在呢在广州白云机场，在我身后呢是一架火力珠海号飞机。我今天也将体验一个最短航线，就是从广州飞往珠海的航线。究竟这个航线需要多长时间呢？跟着我一起来体验一下吧。大家能看到今天这个飞机，机舱里面它是有一些珠海的元素。感受飞行的快乐。